栾副总嘛，嗯，德云平都知道，栾云平，对，德云社的德云副总，啊，对呀、啊，现在了不得，你干嘛这么说话呀？能耐踏着呢，啊，对不对？那可是三国当中的一个人物啊，三国当中的人，对呀、啊，孙权，栾副总怎么是孙权呢？这孙子有点权力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我这冒着明年没有商演的风险。兄弟想多了，今年都没有了，还明年干嘛呀？这逗笑社能不能看见我就是这句话了。你也就出现在字幕里。哎呀，全完了全完了啊。这世界很酷。